我们现在搬到自信来，搬来一小木屋。那自信刚才我们的重点在于就是这佛法高人这本书怎么来的，里面的内容包含哪些部分。那现在我们来讲就是详细来讲。那他说这个在1938年秋在北碚汉藏教里面，通常又叫做汉藏教理学院。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必须要先说到，那么玉圣导师在很多地方教过书，包括闽南佛学院，他在那边读书，也在那边教书。那么在四川宝华佛学院，然后甚至在釜山涌泉寺的釜山佛学院。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些他为什么会去汉藏教理学院讲阿含讲要？那玉圣导师有时候去哪里讲课，通常都是奉太虚大师的命，就太虚大师叫他去那边讲，那么他就去那里讲。那所以这太虚大师办了很多佛学院，有些是他办的，有些是别人办，他去做主持，或是他派他的徒弟去做部主，或是做院长的。那他也因为太虚大师比较忙，太虚大师的重点在复兴佛教，玉圣导师的重点在复兴佛法，就是他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太虚大师学得很广，就是当时的佛教有一些些危机快要灭了，那太虚大师重点在复兴佛教，让佛教不要灭掉，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那玉圣导师所以他游走世界各地，那么最重要的太虚大师也是受到就是现代佛教复兴主最主要的人叫做杨仁山，这些都跟太虚大师有关的。那么这个是他创办的。那汉藏教理界或汉藏教理学院最重要的主要是像法尊法师。那法尊法师是太虚大师派去西藏学习像后面这个所谓的妙天法师，他也去西藏学习读佛教大学。那这个都是可以说太虚大师的弟子。好，那么汉藏教理院玉圣导师去那边上课，所以他去那边讲阿含，讲到去那边讲三论。那武昌佛学院太虚大师办，应该广州闽南佛学院，那他本来就有，但是太虚大师后来也去那边做院长，但是是大学法师在那边做代理。那么这一切都跟太虚大师有关，甚至在巴黎，他是第一个到欧洲去巡回演讲的，就办了很多佛学院。那太虚大师为什么办那么多佛学院？你看又有巴黎、三藏，又是南传、北传、藏传都有。他为什么那么到处办佛学院？甚至他的弟子都要去读书，然后去讲课，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佛法基本上大家都不晓得，我们刚才讲的，不知道修行的原理，不知道修行的次第，只知道修行的功，但是又不修行，不知道怎么修行，只知道把念佛、诵经、拜忏是当作修行，然后就有这些功。那其实很大的误会。那太虚大师是看到这种情形，太虚大师办佛学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受到我们说现代佛教复兴，我们一般人把就是现代佛教的复兴从杨仁山开始。杨仁山就叫做杨文辉，又叫做杨文辉。不过杨仁山的佛法不是那么厉害，他有很多佛法的关系，但是他对佛教的复兴有很大的作用。那么他开始很尽心尽力的来复兴佛教。那么杨仁山底下很多人，包括梅光弼啊这些，他是清末的人，就武昌起义前不久他就亡的人，
说他没有遇到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创立他不存在，他就在1911年，就是在武昌起义前后也忘记了，就往生了。那所以他还是清末的。那么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太虚大师，一个就是欧阳修。那么这两个后来就是在佛法上面，对现在的佛教有很多欧阳修又叫做欧阳修。那我们说太虚大师主要在复兴佛教，欧阳修重点在唯识学的复兴是从欧阳修开始。因为大概从这个玄奘退出之后，唯识学就开始没落，到欧阳修，那么他研究一些研究唯识学的，那么太虚大师主要他是开始所谓的八宗众佛，他没有特别尊重，他主要在复兴佛教。那么太虚大师底下就是印顺导师，印顺导师就是佛法近代佛教，是从阳明山开始复兴。阳明山底下主要是太虚大师和欧阳剑，欧阳剑底下出了一个印顺导师，都是出家。欧阳剑底下出了一个李泉，李泉的佛教史很厉害。那么印顺导师主要是复兴佛法，尤其是阿含、东观这一部分。那太虚大师是复兴佛教，印顺导师是复兴佛法。那但是佛教和佛法是连在一起。那所以太虚大师主要在改革佛教。那因为改革佛教就要办佛教。那么这个是阳明山他的著作里面，他一开始是听你科医生，那么有一个提点心的里面就是半学，里面的学生就包括这两个。但其实阳明山的学问没有那么好，但是他有力量，而且他很努力半学，那么导致你后来人才辈出，这两个学生出来一个导师底下也很多人，一个导师底下很多人，太虚大师底下也很多人。那么基本上跟阳明山那个时候，就他有讲过，阳明山讲过佛教要复兴一定要办佛。那后来为了办佛还发生所谓的大闹金丹，就打架，这家人就要把这个戒律下来办佛。那么反正就有所谓的传统势力。那么这个因为阳明山认为佛教要复兴，重点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佛法，要让大家明白佛法，一定要有专门学习佛的人告诉大家佛法是什么，那么你才有办法。那所以佛教的核心在佛法，佛法都不懂，大家只知道诵经，只知道超度，只知道念佛往生，其他都不知道。那佛教怎么复兴？越来越迷信，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颠倒。佛教已经不是佛教。那所以那么阳明山认为，首先在办法。那么这个观念，后来太虚大师当然欧阳修也办，但是他主要在弘扬佛法，办了一个支那内体院。这里办了一个那念寺，专门弘扬佛法，那就是弘那念寺。那一般像都办念念内学院，但是内道的内学。那么太虚大师就你看，就有些要不是要看他弟子做院长，就说他就是创办佛法，尤其是这三个。那这个是法身法师在那边，然后印顺导师也去那边教课。那武昌佛学院、岭南佛学院这三个是最主要的。这是他在巴黎办了一个世界佛学院，但是有些办不久就没有了，因为战乱，那个时候就是战乱。那印顺导师其实也战乱也没有办法，就换来换去。
那所以我们这频道汉藏教育学院就顺便提到为什么他会去汉藏教育学院，他很想要，就是太虚大师让他去，那他不只在那边讲了，在很多地方讲，那甚至在汉藏教育学院应该在这个地方。那么为这个后面讲到神庙出法，没有在里面，不知道后面在说什么。那先来讲说，这个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他在这个汉藏教育学院讲得很想要，然后又去厦门岛他说38年春天讲学厦门岛，就是在闽南博学院。那闽南博学院的时候像这个妙清法师，我们先翻到日记的第三页来，把这个连在一起，大家才会知道。你看他后面提到就搞出家的事，就是中间33年到38年，旧稿就是他很想要，那么下稿是新稿，也是新鲜的，才续写完成，那么得以运行流通。那这个佛法概念运行流通应该是在香港地方。那他说这一切都得到学友妙清法师的助力。好，那这个妙清法师，如果大家有看妙音，那么很多都是妙清法师或是演皮或是续皮，这三个人跟一个导师，就是做笔记的人里面，就是一个导师讲的时候是这样做。那主要你看，你如果看不到，你从后面他就翻过来看，就是谁笔记谁笔记，然后妙清演培，但是大家就是那个比较多，大家然后去年，我如果演培法师。岁数比较活得比较久一点，这些都是一年早期的净明法师。那么这三个本来不是一块，要说跟眼前是很好的在一起，后来那三段因为跟明早师后来都跟到台湾了。这个妙清法师主要是在也在主要是在大陆，那眼前法师后来是去新加坡的样子，那去年往生就在吉远学生，然后来往生在印度，那么都是他们笔记。那么妙清法师为什么做笔记呢？那么就是这个佛法概论能够讲能够出版，主要还是妙清法师的因缘。那这个要说到当地震导师，就是稍微有一点一些的引起。那么你看他去闽南博学院从三个月开始插班的，大家都觉得哇他的程度不一样，就为同班同学讲课，然后就去讲三个月，有够厉害。那他就是他会去闽南博学院讲这个佛法概论，主要是要那个时候闽南博学院的住址是前任方向是所谓在菲律宾的南极这个试验房。我们稍微把这个因缘讲一下，就是佛法概论它的整个试验房，它就是菲律宾马尼拉的试验房。那时候我跟传票法师有去过他那个试验房，非常大，他一阵早上也在那里做过住。那么他也是曾经是闽南国学的方丈，那闽南国学要办团建，他回去办。那妙清法师是类似之前在闽南国学院学的，那所以就回去帮助。那么学术的时候，他就大力推荐，是他大力推荐。那么跟净念法师讲，请他来闽南国学院讲课。那么所以才有这样的经验。
那所以他对你只是所谓的妙天法这个助记，整个因缘是有妙，这个后面在南无这边讲课，然后完成这个佛法根，主要是由妙天法。好，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我再放回来。他说关于佛法，我从圣融注的中观论，一般就是中观论重。那么导师在讲到三个人的时候，都非常的恭敬。第一个当然是佛祖，第二个就是太虚大师，然后讲大师大师，第三个就是融注。应该说第一个佛祖，第二个融注，第三个就是太虚大师。你看他的著作里面，你要谈到是三十三人。都是那种，你看他这里讲到圣融，一般我们不会讲圣融智，我们就讲融智，我们讲融智菩萨，他还加个圣融智，讲到太虚大师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讲太虚大师，或是有时候会讲，因为加上大师，然后只是讲大师。好，那么他说从圣融智的中观论得一深切的信息。一般人要看得懂中观论都不容易，他已经很能讲解中观论了。他说佛法的如实相，是真实相，那无所谓大小大圣与小圣，只能从明验中去分别。好，那么这个中观论中比较不好懂，他是主要是其中，但是导师引的这一段啊，那么主要是出自大智度论。那因为大智度论也是融度的著作啊，那么大智度论怎么说呢？啊，他是这样，他虽然说从中观论得真切，不过啊，他引的这一段，他说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大圣小圣只能从明验中去分别。我中观论说是这样，中观论说，我们稍微讲一下中观论说这个概念。中观论说是，他用律动的方式。一种修行方式，你怎么样去观？观是你的观念，而且你怎么去做观？那观什么？想要得到这个中道。那所谓的中道，中观里面，你从中观里面讲这个中道，它提到所谓的八部中道。八部。那么这个八部里面，主要跟着四个生灭来去参观。这个都是出自阿含经，这个都是出自阿含经。啊，那不长不短，都是一生里面生里面。阿含经主要是生灭所不多。那不管，反正就是，那么最终这些部，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断，去依这个那么中道就是无两边的正确的意思。
确实，你怎么样去观照，得到中道？那么你要去到这些实践，那么你才能够如实正见，又如实相，如实性，是这样。他是在讲这个。那么中论里面啊，我们都中论，中论里面有一个。整个核心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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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那就是观世音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观世音，观世音。那这个我说嘛，我只是好处理我讲，碰到一次碰到，先讲这个。那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因为佛法后来可以说被偏了，偏偏了，不是偏了，是偏了。那么中道如此正观，得什么见明？主要在佛法的核心，生死流转的根本是我见我爱，所以你必须去掉我见我爱。那么你因这个两边，你就是有我见我爱。这个就是我见，这个都是我见，我见就有我爱，有我见就出不了生死，就没有办法证如实相。所以依着阿含来说明，怎么样离了边？那当时的布判正是现法我盖啊，所以就执着一边了。那么融入出来，清他。那后来就把融入的变成大乘。其实所谓的大乘，是在说明阿含抉择他的理由。你说像波罗蜜多，那么融入来，像他大乘论，就是说波罗蜜多的论。那波罗蜜多的波罗蜜多，主要在抉择阿含中你我的生，就是讲清楚。那融入的中观中，也是在讲清楚，就从这个生念心来观。这个都是阿含经，都是阿含经。那么在马达林说，告诉大家，什么是佛法？就是佛法的核心怎么讲？刚才有讲，但是他们说那只讲阿含的，因为阿含后来就扭曲，变成人无我法有我。那布派我在哪里？那布派说的是这样。好，那导师说他从圣人这个中观里面得到一个真切的确信，他理解，他相信。那么无所谓大事，这一段大事说大事，大事里面有说到，他说，这文里面他当中他说。但是他这个观念在中论里面也是有，就我们刚才讲的，也是有大事。那他说，论见识中佛法无大无大无小，这个是大事。佛法无大无小。
三圣啊，然后就讲到说，那么如果阿含想解脱道，为什么会迟到？很迟到。那当然了，所谓的佛道是后来加上去的嘛，所谓的大圣是后来加上去的。如果阿含就是根本实相，那大圣佛法就会有这种问题的。因为导师下面深切的信息，前面说从圣龙树的中观，我们会误会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是从中观就走出来，是他是中观就走出来。好，可是他底下深切的信息，那么其实是好，他说大圣跟小圣只能从情愿中去分别，他的理是一样的，但是情愿也不一样。情就是说理，愿就是他的发心。那么这有一点像什么呢？十方诸佛都一样的嘛，但是情愿有一点不一样，是这样。好，他说缘起中道，缘起就是中道，缘起就是无我，缘起就是自性。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哪一个字看不到，看不清楚？我这么多年了，我解释还是没有变好看的。我们刚才讲，缘起是佛法的核心，有情是佛法的主要色受的，那么人是根本，人中的佛性是根本中的根本主要。那么缘起，刚才也有跟大家说，见缘起即见法，所以法，见法即见法。见法即见法。了解缘起，就了解佛法。了解佛法，就了解佛为什么会成佛，佛到底觉悟到什么。那么缘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缘起就是中道，缘起就是实体，缘起就是我。那么中道，那么中道是我。啊，不一，不然我就讲我。你重点在我。那么从缘起，从苦集，它是流转缘起。灭道，亡灭的缘起，就是这样。所以缘起就是缘起，就是中道，缘起就是我。好，那么缘起是佛法的核心。那我们这里看，他说缘起中道是佛法救度的唯一正见，所以他是核心。所以你见中道，正中道。那么中道基本上，我们刚才讲，这个中就是正的意思。中正，中就是正的意思，中不是中间哦，两边那有一个中间不是哦，这个不是这样哦，中是正的意思，所以中道就是正道，正确的，这个正确的哪里来的？把错误的去除掉，留下的就是正确的。它并不是说啊，这两边都不要，我选一个中间，我两边之外有一个正确的，不是，离了两边就是正确的。把错误的都去除掉，就是有点像我比如说这个房间很干净，这个房间很干净并不是我把脏的推出去把干净的收进来，没有，你把脏的全部都去掉就是干净。这并不是说我把我观念里面错误的去掉，我拿正确的回来，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去掉就是干净。意思就是说，这个房间干净并不是你把脏的推出去都扫出去了，那么把干净拿进来，没有，当所有的
所有的脏的东西都出去的时候，显现出的就是干净。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跟我跟无我很重要。无我，宗教就是在讲无我，主要这个，因为我见我爱，重点都在讲这个东西。啊，宗论也是在探讨抉择无我的生命。抉择无我的圣真心，这个是他的核心价值。他抉择无我的圣真心，什么是无我？那么，这个无我并不是说你把我去掉，把无我去掉，得到一个无我，是你把所有我的概念都去掉，它自然就显现出我，而不是我去除了无我，我得到我把我得到我去除了我现把无我现拿进来，无我就是前面说的八不不一不一不来不去，这些都是概念，我是一我是一，我有来有去有生有死吗？啊，我有生有灭。那我是长，我是短，哎，这些观念去掉，你就知道无我。所以它并不是有一个我跟无我。你去掉得到无我，去掉所有错误的我见，你就显出正见。那么这种正见，我们就叫做中道。所以中道如此正观，怎么样去观啊？所以阿含经里面观无我都是过去现在未来，后来就以心为主，因为这个我无欲有身跟心嘛，你观这个身过去现在未来，观这个心又有受想行识无欲嘛，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出世眼界，那么你观这一心都不是，那后来就变成只要过去现在未来内外中间，像圆圆心也是这样子、我的心、在内在外在中间，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然后是善是恶是无尽，心是善是恶的是无尽，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在内在外，这个身心来讲是在内身内身外还是在身内外中间，在过去一时间来讲，一空间来讲，就是内外中间；一时间来讲，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以它的品性来讲，就是善恶无尽。后来法师就是这样观。那基本上阿含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世好丑眼镜。但是把这一些你所执取，你以为在内在外，是出是出，这些都去掉。那么就得到一个所谓的无我圣见。那么中道并不是中间那一个，把两边去掉得到中间那一个，走中间那一个不是，不是把错误的去掉，就是正确，这样。好。那么这个是中论里面，那么从各个会引申我见的这一些，把我的各个概念一个去破解。好。我相信很少人知道这种论，那我们先就是大概引起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他这里讲到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所以我们讲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那人佛弟就是佛要说法的主要对象，所以阿含经是三正共一的正见。那早期就是老咱们这么讲的时候，阿含经是小圣，小圣人在修的，不是菩萨也要修。这个在般若经里都有讲，大部分的人没有真正了解大圣经，就把阿含经变为小圣，以至于将近2000年都没有人在学习。真的，那到明清以后。不要说阿含经，其他的经典也很少人在学习，都是拜山念佛诵经，都是这样。那甚至其他的经典也很少人在学习，
那唐朝，是学习的巅峰。那么到了宋朝，佛法就是两大，主流，禅宗跟净土。啊，那么到了明朝以后，就主要是诵经。那么弟子的诵经从元朝开始，那个还是喇嘛。到了明朝，出家人有三类，三等。朱元璋以前也出家过，那当然他做沙弥，但是出家就分三类，一个是坐禅，一个是研究经典，是参禅的研究经典，另外一个就是替人诵经。你出家之前啊，就要先选好。那么只有替死人诵经的时候才出家。那么在他已经是出家人里面的一类，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类。那么都诵什么经？不一定，拜忏啊，那拜忏啊，拜忏啊，那诵经，那有一些不一定是佛教的经典，有一些是不一定是佛教的经典。你看那个明经，诵那个血盆经，那根本不是佛教，很多经不是佛教，但是他也诵，因为大家都不清楚啊，前面有佛，有如是我佛，就是佛教的，大家都在诵，那个就是佛法。还有很多，最近还有人啊，一家弘扬天地发扬受经，讲方位，那根本不是佛法。但是有些人也不知道啊，这佛法你又讲啊，这个方位很重要啊，那盖房子啊，要什么什么七孔八孔柜一大堆。现在很多佛教也这样，你这个厨房要盖在南边，盖在北边，你这个大门要开在南边，他们这个不是佛教的。但是有一些你看，哎，这佛教经典没有讲，根本不是佛教的经典，没有人知道，比如说。像现在佛教徒也很兴奋，阴灵很多堕胎，然后他就觉得人死了，那个小孩子就变成小鬼。你看那个阴灵的牌位，那个很流行，阴灵是内心才有钱，钱没有。什么阴灵的，可能跟日本人也有关系。我小我小，那个有一本经专门讲这个，那个其实不是佛教，堕胎啊，那小孩子一直在叫妈妈，好像障碍你，你要把他超度走。可是也很奇怪，每年都在超度，到底有没有用？每年做晚会，每一场晚会都要他那个堕胎的小孩。那如果说有用，那一次就有用了。这飞机票能够一次就送出国了，为什么送了几十次还在送？那也是很奇怪。那而且拜那个阴灵，还要给他奶茶，还要给他玩具，还要给他糖果。这很奇怪，就算过了十年，你给他奶奶，他不会长大的，当然不会，当然没有真正阴影。这老，因为老是有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可是很多人相信，为什么？不懂佛法，很简单的，这佛教办很多法会，一直很有名的法师也一样，在讲经的也一样，一办到法会啊，经里面的道理都不管了。你不也要这样吧？为什么？要打糖果的人，后面写要打那个糖钱啊！我看到很多，这个是佛法吗？佛法根本没有这个，还打糖果还打钱，那糖果捡回去吃还是保平安？什么跟什么？但是事实他真的，他也一样这样，一样这样做，遇到法会哈。经的道理都放一边，佛法的道理放一边，你知道吗？那么，但是我们佛教徒应该要知道，如果佛法讲这样是错的，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做？如果佛法这不是佛法，我们为什么把它当成佛法？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错的，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沙拉油里面有贪不能吃的东西，就算它比较便宜，你也不应该买来常常吃，伤害自己。佛法里面也是这样。那么，如果它是错误的，它不是正确的修行方法，它不是正确的修行次第，它根本就不合乎修行的原理。那它有可能得到修行的功德吗？我们
们刚才讲本经里面修行的原理、修行的方法是修行的功德。修行的功德是从你明白修行的原理，依修行的次第去实现得来。那么如果它不合乎修行的原理，不合乎佛法的，也不是这样的修行次第，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方法。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在用这样的方法解决你的问题？如果它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改？如果你不知道它是错的，为什么你不把它弄明白？如果你已经明白知道它是错的，为什么你还继续这样做？我跟佛菩萨在家出家都一样。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很多佛教徒并不知道，他不是没知识，他不知道，他研究佛法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不是佛法。但是呢，就有个但是啊，众生需要，其实是你需要。那么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弄明白。我们如果修习的跟佛法的原理方法不一样，那么你没有办法得到真实功德。那你都假想我这样做就有作用，有什么作用？是以为是的作用而已，想当然了。好像我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啊，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做啊，每个道场都这样做啊，所以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是真的这样吗？我们不懂，我们就要把它弄懂，弄懂了，我们就要，不然你弄这一波这事就没有意义嘛。你为什么要弄懂它？就好像你生病，你已经知道你是怎么病，要吃什么药才会好。那吃这个药是安慰，也不会好。那你为什么一直要花钱吃这个药？你花时间、花钱去做那一些，依佛法来讲，不能得到利益的，只有增长一切、增长实践啊，劳民伤财一切。那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啊！啊，这一点我觉得在现在的佛教界，最主要的是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你会发现，即使知道道理的人，也还是依着传统在做。你看，看见，就算讲经说法讲得很头头是道的，做起法会来，啊，依你的牌位又放奶瓶，啊，你看讲。小孩子只要放奶瓶，那老人只要不要放拐杖换轮椅啊，对不对？你不要放拐杖换轮椅啊。那小孩子要糖果，那老人糖尿病死的，你不要放灌胰岛素给他们，对不对？啊，人家放胰岛素啊，不然他死了，他没有胰岛素可以注射怎么办？啊，那要放像个亚培胺素啊，啊，因为老人后来都是亚培嘛，啊，是不是？那病人是这样，这样对吗？这还是人死为鬼的观念啊，那你就知道这样不对了啊，那你为什么还继续这样做呢？继续这样子哦，即使已经懂道理的人一样哦，啊，跟鬼是一样的嘛。到时候用文经的时候要，啊，事实的时候还要撒糖果，还要撒钱，那撒钱当然对你就是撒台币嘛，这些都是一块钱不块钱的嘛，台币他们能用吗？以前打民主嘛，就是一样的，想捡点捡回去，捡回去糖果捡回去，啊，可以保平安。那个钱捡回去，可以做钱米，可以生财，怎么跟什么？哎，大家都这样想啊，那大家都抢啊。那个钱糖果要分很多钱，还要撒到内外都要撒。我是觉得哦，这个佛法哦。我们现在讲佛法概论，其实导师当时是要厘清很多观念，可是现在问题是，有些观念已经厘清了，可是行为还是一样，大家还这样做。我在家读佛法是读佛法，了解是了解，一到法会哈就全部投降，还是这样做，还是一个传统这样做。你说我他们讲嘛，你说那个水陆法会，大家不喜欢参加。传统因为没有车嘛，啊，没有手机，以前没有嘛，所以要有人骑马，拿个文书送到那里，所以就用那个烧那个纸马，
然后有五队嘛，十个嘛，然后把这些人送出的功德，快马加鞭送到火那边去。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在骑马？那但是还是这样做啊，有意义吗？有道理吗？真的可以获得送经的功德吗？好好想一想这些东西。那么佛法最重要的是用在我们生活上，但是厘清观念是很重要的。可是我发现很多人观念上已经知道，但是习惯上不愿意改，就麻烦。那么还是想今天讲的万一有呢，说不定冥冥中有作用呢，要不然大家怎么都这样做？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他这一讲，那么他说阿含经是三圣共一的圣典啊，所以导师也讲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足为根本佛教的淳朴。这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啊，是立本，我们是立足，立本为根本佛教的淳朴。根本佛教其实这里指的是阿含经，弘扬东极佛教的圣典。这体破体佛教是地上的，佛教看佛法，这是我们现在要修行佛教，要了解佛法的真谛，再送。刚才要讲课几点？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愿解如来真谛。到底我讲这些要告诉你，地藏的，速速修行，用心听佛教，看佛法。真的要修心佛教，看佛本嘛。佛这样讲，到底讲什么？要把它悟。一般讲，根本佛教，那么一般来讲，这就是阿含经。但是阿含经现在来看，也是根本佛教。如果我们细细分的话，大家讲过，我们如果细细分的话，是这里，因为留下来是阿含经嘛，所以它这是三圣共一的，三圣共一，那就是根本，一经中根本就叫这是根本，那么三圣声闻缘觉，声闻继续不坏，声闻缘觉。不知道如果现在讲根本佛教，这是佛说的，那个根本佛教，佛所说的根本佛教，然后缘起佛教。为什么叫根本？因为佛说的佛为法的根本，后面会讲。缘起佛教，不坏佛教，
他看这样，然后大圣佛像，然后密印大圣佛像，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大圣佛像又分中后期，初期的是以般若经为主，后期的就是如来藏为是最先的，那么基本上就是后期。好，那么因为根本佛教我说什么都结集在这里，那么这个是佛在世的时候讲的，佛在世的时候到底佛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讲，那时候没录音没录影没有办法，那么只能从不坏佛教，现在的阿含经都是不坏佛教，现在的阿含经都是不坏佛教，那么被传的啊，大概就是我的不坏，包括比喻答案四个部派，我部、大众部、那么华藏部，那么南传呢，就是从严，都是部派佛教。那部派佛教是从严佛教来的。那么这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我所说的就是根本佛教，这个是根本。那么佛灭后，大家的觉醒，大家的觉醒，流传在人间，这个是原始佛教。大家的觉醒不是所有佛说的都觉醒，没有，因为参加阿罗汉只有500位啊，比丘尼没有参加，就算是阿罗汉也没有，他们很多就在家里晓得，那么都没有，人多也没有不一定有觉醒的、所以原始佛教跟根本佛教已经有落差，但是原始佛教的内容就是从根本佛教来，但不是全部，所以原始佛教不等同根本佛教，但是根本佛教是根本那么原始佛教就是依根本佛教而有，但不是全部，但大部派佛教每个部派都不一样，所以部派佛教是依原始佛教而有，那么这个阿含经其实已经是部派佛教的东西，但是它的根源是根本佛教，其实是这样，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阿含经是三圣的共用，因为流传下来基本上就是阿含经那当然在佛陀时代就有结集了，也有法聚经了但是也不离开这些东西的。好，当然阿含的经义是不能照着，那阿含到底要讲些什么，那么他说这当然也有很多种说法，不能照着偏执者否认大乘的小乘者。好，那么这里又是两边的问题了否认大乘的小乘像现在南传佛教他就有这样的问题，他认为大乘非佛说，那非佛说还是一个问题，非佛法，佛说不等同佛法就我们说否认大乘的，否认大乘的小乘，另外一个就是离开小乘的大乘，就是没有的小乘，就是不依阿含经，阿含经不重要，离开小乘的大乘，那这两个就是两边，自以为大乘，那不用研究阿含，可是阿含是根本啊，离开小乘的大乘比如说天台宗的也没有在研究阿含经的，他认为一个法华经就能成佛了那么有一些他认为照着这些大乘经典就能成佛了那么他不晓得这些都是从阿含经来的根本都是在阿含经，所以他就是不重视阿含经他就是变成离开小乘的大乘经那么否认大乘的小乘经，那这个就是两边。好，所以他这个都是什么偏执，偏执就有这两种偏执，那么不能够依这两个见地来解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佛法刚才就是在讲阿含，但是不是完全依照部派的阿含的意思来讲，它有大乘的在里面，导致在讲阿含的时候，不完全依阿含来说，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这里才会做个说明。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